大家好哦，最近的本土剧越来越好，特别是《谁是被害者》《妖怪人间》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等等。而小片找到一些爆笑的本土剧映教，有些真的很让人回味，值得一看再看哦。但是有些真的亏款到让人笑得肚子痛啊！车祸被撞飞后，一送到医院，一定得马上插管。只要有结婚场面，绝对都不会发生好事。互瞪或是回眸都花很久时间哦。虽然都以台语为主，但是有时候一定要穿插英语。只要有心，连头发都能骨折。生气的时候，食物一定会第一个遭殃。你有发现这些本土剧的固定规则吗？小妹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呢，但是看完真的笑死了，只能说这些画面很值得收藏哦。